阮郎归，绍兴乙卯大雪行鄱阳道中，宋·向子音。江南江北雪漫漫，遥知一水寒。彤云深处望三关，断肠山又山。天可老，海能翻，消除此恨难。贫闻前史问平安，几时栾路还。这首词的意思是说，江南江北漫天飞雪，遥知那北地正是地冻天寒。远望阴云密布的边境三关，山外有山，令人忧愤肠断。即便是天能老去，海能掀翻，要消除这亡国的愤恨，千难万难。不断听说朝中派人去问候被囚的君王，若不发兵抗金，君王何时才能起驾回还。再读一遍：阮郎归，绍兴乙卯大雪行鄱阳道中，宋·向子音。江南江北雪漫漫，遥知一水寒。彤云深处望三关，断肠山又山。天可老，海能翻，消除此恨难。贫闻前史问平安，几时栾路还。